三万天很简单，就是差不多一生人了、就有一些好像在回看不同年代人生的一些事情。此刻我们在三万天以后看，我们从四面八方，我们各干各的事业，通过披荆斩棘的哥哥来到这个舞台上，隔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回看这段日子的时候，会觉得格外的珍惜吧。也许也许很累，也许也许也许泪下狼狈，尽管叫我无名之辈。天哪，尴尬到死，你懂吗？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忘了谁也无所谓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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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躲。我也不想躲，你懂吗？到了那个地方，就始终要想一下，要上去了，要上去了。所谓，关键是咱还要不要跟街头的兄弟交代啊？我在想演出的时候，我万一没唱出来怎么办？我是切换不过去，因为我假声已经坏掉了。我是有一次，反正睡了一觉醒来就突然就没有，就找不到那个找不到那个。已经破了，所以我控制不了它了，这个给我造成了困扰。以前在 club 唱歌也不爱惜嗓子，就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容易控制了。我们一起拼了，最后那个没事。好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好累吧，真的好累吧。行行。啊，不是。三万天大概是一个人的一生，有些人是轰轰烈烈的，有些人比较平淡，可是平淡也不是不好看，就是平淡中可能有一些丝丝的感情在里面。如果人生当中只能选一样东西，那么我就想珍惜着这三万天，我们去远离世界所有的喧嚣，让我们去共创最后三万天，抓紧的这个乌托邦。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表演一次就少一次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珍惜现在在一起的时间。80岁回想今天这个情况，就是当年轻了。我们呢有一个想法，能不能咱们做一个，你们有剧情，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的艺术品，一个古典音乐在后边伴奏，而且在 rap 部分可能很少会听到像棒爸爸蹦爸爸在这个速度里你们说，但我们可以跟着你们走，我们来玩一个我们的强处。队长要不要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这个活拉下来，有没有信心？不是，但真的就是很难，就是说这个好的就是很厉害。也许上次大家都觉得是表现没有很满意，所以这次也要更加努力吧。我想用这个口哨来入啦，即系在看那个英雄本色他的画面，我就可以喔，好冇？可以，很好，可以可以。我有起鸡皮疙瘩，但是我觉得这种吹法应该是那种很随意，很想吹又不想吹的那种。他这边可以跟着，可以用他的这种散的，你们可以随意。很好，你可以给我一个什么开头吗？我吹完之后，我们加四下，比如说然后进。轻轻笑声，可以。再为我，我觉得这还不错。你为我注入快乐晴天。哇，我有点起鸡皮疙瘩。哇，酷酷酷酷酷！当年其实挺有感觉，真的排了很多遍了，但是唱很舒服，很开心，很愉快，我觉得 OK 啊。跟老师跟他们一起去配合，所以也算是有点信心吧。确实，口哨是一个比较男人的东西，《英雄本色》也是一个很有男人味的一个电影，然后《当年情》也是一个很有男人味的歌，这几个组合起来的话，我觉得
很有一个范儿。爸爸熬的汤，妈妈做的饭，受过哪些伤，吃过哪些酸，九分的努力加一份磨难，就算世界再冷漠，也要保持英雄本色。当年情再度添上新诗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们觉得还可以。阿Kenny，为什么那么感动？我想不到可以那么精彩，很多地方让我就特别有感觉。唱哭了吧，哥哥？感性了，感性了，哥，真的，真的。2021年就是大人群哦，这个炸了哦，对，我们上万天以后就回来这里。还是在吃啥？这是最珍贵的回忆。对，我有一天回想着和你们几个哥哥们在一起并肩作战吧。我这个牛还是可以吹给后代很多次的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我们之前都是在各自的空间，但是最终我们走到了这个地方，此刻就是2021年，我们从以前走到了现在，现在就是未来的过去。这个还好，要不要这里集体哭呢？我用婴儿哭。你别哭，前面一定要录。哦，这里。哎呦，小镇镇。哎，还有东西吃的耶，还没卡拉 OK 的噶，呢度。明明白白，我的。小熊哥刚才获得了多少火力值？275。275。是的。我们是1102。你们待会儿过去就自己加一下1102，加你们的就知道了。请陈小春阵营的梁汉文、周岩前往火焰密室查看结果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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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心哦。等你们凯旋，骑马回来啊！啊！骑着马回来，哥。哒哒哒哒哒。骑着马回来。那什么？顶吗？顶啊！顶！要放进去吗？还是拿回去吧。好。哎，回来了。第四。肉眼线。哎呀，少来第四。真的，真的第四，没有演戏。218。哦，218，那也 OK， 积一下，那也够了，我觉得。来，来看。好，我们是1320火力值， okay. 我们很高了的。1320。不要多想，不要多想，我说盖。冇嘢喎。嗯啊。冇嘢喎。喂。冇嘢喎。喂。冇嘢喎。冇嘢，冇嘢，冇嘢。双人赛道的结果已全部开启完毕，阵营火力值及排名已更新，请看训练室屏幕。啊啊，输咗啊！还没加单人，我们要单人的保住。啊，李晴轩1126啊，他前面多嘛，895那个多嘛。我挺烧脑了啊，这个再计。咁而家估计佢单人系点赢啊？我们总共是1320，即系阿张琪嗰 part 嘢系少过200分先有机会我哋赢咯。卓哥
卓哥多我哋12分啫。卓哥系边个？林教授。我们是第二。哦，第二。哦，第二也可以了，第二。以为是我们是第一。没事，哥，可以，我们可以，就像我们之前在台上说的一样，我们演的 OK， 而且盖哥和汉文哥那个秀没问题啊。对，别想多了，盖哥。啊，其余三个阵营很遗憾，你们当中将有4人暂别舞台，请哥哥们在训练室内稍事等待，稍后滚烫见证人将依次前往各个训练室发放结果。就看所有火力值了。个人火力值就很难说了，而且走四个，到了抓心挠肺的时刻了。嗯，来，小春哥的阵营，来哥，谢谢，不客气。是我先看还是一起看？一起看吧。来嘛，来就在这边，我们 squat 先，来 squat， 来，一，一，上，没事 ，OK， 好 ，OK，OK， 可以，就是我 ，OK 的啊。没事，啊，和你们在一起我很开心的啊，大家千万不要那样高啊，高。我不会是吧？啊，哎，哥，没事，我哥啊，走起，大师兄。啊 ，Proud of you。啊，支持我开水。对的，对。兄弟有我在，你放心。肯定的啊，谢谢对。哥，谢谢你们，没事啊，一点都不用那个啊，永远是朋友。对对对对。Yeah， 千万没事。接下来就要想的是，大湾区和雷斯福都我们要被打散这个事情，今天就想这些了啊，其他的都没有那个。接下来的规则就相当于陈炫哥他们阵营不会分散。如果他说是要这三个阵营中又看谁如果火力值高，其实还是我们，有可能也不被打散啊。对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哥，以后谁来说这些？哎呀，难受，很乱，有点不晓得怎么接受也。带着我的饭，哥。一定啊，走起。OK， 走起。要收拾行李了。这边留下了我们很多的回忆。Yeah， 明哥，来帮你记录一张。一二 ，What's up？ 那偶像，来一二，待会儿洗出来给你看看。我没喊你把脚过来，把报警局轻松好车。我搞一局，一二三，绝对卖，每单绝对卖。给你看一下，这是刚才我拍的，你看啊，记录着。我在哥哥之家的生活，节目他一定会录完，但这个照片就一直留在这个记忆里边。我们在那个镜头里边留下了一张照片，和哥哥们很心酸，很幸福，只是现在的难过呢，觉得我突然要离开他们，就很难受。但就觉得我能出现在这个画面里很神奇，能够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，能够和他们一起相遇，成为战友，成为朋友。他们从来没有叫过我弟弟，都是叫我兄弟。不累去，那个，我越来越喜欢贝奇。越来越喜欢他，真的挺可爱。进步的，快，嗯，什么意思哥？
得要这两个兄弟帮忙去找人去弄。OK， 没问题。不是可以做我的干儿子吗？可以啊。对。而我想要感谢大湾区的所有哥哥们，带着我这个兄弟披荆斩棘。要把你内心那个心打开，有很多人在其实等你去拥抱他们，只要你要张开双臂，他们就马上往你怀里窜。Bridge 简直像一个认识我一二十年的老朋友，我会觉得啊，这个人我怎么现在才认识。 Bridge 听说我有说唱的这一部分，他很主动的说金哥有啥子说话，然后我就很不客气，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写，他没问题，很快他就帮我写好了。所以真的是我们虽然是在所谓的对决，但是兄弟永远是兄弟。我们只是在这个游戏里边是对手，但是我们的私下才是真正的朋友，所以说一起这样做才好玩。那谢谢兄弟。 Bridge 的意思就是桥，那什么东西是桥，就是这世上没有路的时候，那就有了桥的出现。哎耶、yeah. 谢谢大家，讲得好讲得好讲得好。希望在这个夏天你们认识了这个小桥，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江大桥，最后跨海大桥。我会越来越强的。接下来四个阵营将兼并为两大阵营，进入巅峰对决。武功是做强做大的时候，最终阵容的组建邀约正式开启。天花哥加入我们还没输过的阵营。好嚣张啊，还没输过的阵营。要这么残忍的打散他们大湾区吗？海鲜锅我们也要。我直白的说，在我们这儿他是可以散发出他最强的一个能量。现在这个阵容足以让我们目前只剩下的唯一的对手害怕了吧。好的，我们首先要竞拍第一组的曲目。金哥跳舞。不是一首歌，不是一首歌。好的 ，Ready。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社长竞选攻守类挑战赛，我们需要在指压板上进行。哇，请上球场。哦哦哇！天，年轻人都想啥？啊，很疼啊！等一下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力气啥的控制一下。剩最后的一分钟，我们的擂主汉宇是否还要再次坚持？再次坚持！来，汉宇站起来了，加油，加油！汉宇再次发起进攻，他代表了披荆斩棘的哥哥的优良传统，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不是一个人。高汉宇来自九支进攻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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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